我觉得新西游斯他在这个很长的时间都会各方的各的互相的融合，并且我们也互相借鉴。像现在这种对话，就是对话不是对立的，对话我们是合作的、并行的、兼容的，新旧思都有发展的前景。王毅在华贺楼设立中华诗词创作研究基地。我有认真的去构思我这个篇目，它所代表的是我绝对是自己对于黄鹤楼的一个认识，然后也包括对于过去的自己的一个思考，包括现在很多旅客来登黄鹤楼一个感受吧，是杂糅了很多，而不是单纯的我只把它当做一个文化景观，我其实把它当做的是我对我自己包括我对他者的一个对话。